收翻啲吉大家好，又屈咗胡慧聪啦，欢迎收睇永安旅游冲出美丽新态度啊！今日要介绍间酒店，大家见到啦 ，Grand Center Point Terminal 21 Bangkok 啊，冇错，呢间酒店咧，好多香港人都好熟悉，甚至乎住完再住，皆因地点好啦、方便啦，同埋抵住啊！究竟间酒店有咩特色呢？你未住嘅话，咁你又要睇下啦。Grand Center Point Terminal 21呢間酒店咧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地下 lobby 隔離咧有一個休息嘅地啦，仲有依啲嘅水啊、檸檬茶啊同埋咖啡俾你飲飲啊。於是乎你喺度攤頭啊、等朋友啊、上網啊，都唔使咁悶，唔需要專登出去飲咖啡啦。Grand Center Point Terminal 21呢間酒店咧有差唔多500間房，分咗五種房間種類。而香港人較為喜歡就係呢一種咧，就係所謂嘅 Grand Deluxe 咧。入到嚟見到，咦，有微波爐喎，啱使啦。咁兼且個廁所浴室咧 size 都大，但更重要咧就係你會見到有三張床，冇錯，有三張床啊！嗱，呢隻房咧部分地方冇得賣，但係永安咧就應該有得賣啦。係啦，三張床嘅房喎，有啲朋友出外旅行，三個人一齊旅行嘅話，好想一齊住埋一齊，又唔想 book 多一間房，所以有三張床就 very good 啦。呢一間房名字咧就係 Deluxe Premium， 有少少似 Surface Apartment 嘅房間咁。你見到咧有電子爐，等你可以整下嘢食，亦都可以俾你洗碗啊。有呢個微波爐之餘，更加重要有洗衣乾衣機啊。於是乎咧，有啲日本人嚟出差，一住幾個禮拜啊、一個月啊，都會住呢隻房啊。咁廁所浴室依然地方大啦，仲係電子馬桶啦。咁而呢邊你會見到，哇，仲可以見到呢個咁靚嘅湖景添喎！記住啦，呢個房嘅名字就叫 Deluxe Premium。呢個廁所浴室冇浴缸嘅，梗係啦，因為呢只係平房嚟噶嘛，所以嘅 superior 嘅房咧，咁啊價錢較為平，較為相宜咧。咁老實講，唔係個個需要住套房嘅，你嚟四日三夜，早出晚歸又唔一定要住到咁豪華咁靚。如果你想簡簡單單、平平地嘅話咧，最緊要 location 方便咧，咁呢只房咧都啱你嘅。此外，呢間酒店咧更加有俾小朋友玩嘅地方啦，一個小型嘅 kids club。除此之外，亦都有個玩嘢地方俾大人玩咩咧？就係玩呢啲遊戲啦。住客可以免費使用啊。不過大家最關心嘅當然係佢嘅泳池啦，屬於無邊際泳池，而且可以有呢個 resort 嘅感覺。黃昏時分喺度暢泳都唔係話唔賺，環境簡直靚到神一聲啦。久唔久有啲網民都會問曼谷嗰啲酒店咧，可以有呢個 resort 嘅感覺啊，咁好似後面呢度，你覺得似唔似 resort 咧？我覺得似咯，最緊要地點方便啊嘛。好話冇聽，坐喺呢度啊，睇下日落啊，因為呢個夜青啊，分分鐘以為只去咗芭提雅布吉島。用永安旅遊 app 報名旅行團，例如選擇泰國，就會顯示到泰國旅行團嘅選擇。今日去就可以睇到更多日期，睇到唔同日子嘅價錢。可以逐個月睇下邊個時間出發平啲，仲可以撳出發嘅日數去揾例如6至7日嘅旅行團啦。呢度都好容易咁俾你睇到，又或者可以揀出發日期，咁永安旅遊 App 都會篩選到出發日期嘅相關旅行團俾你噶。而家會員喺網上報名仲有優惠添。